足哥说电影，不知道你能听懂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灾难片《活着》。游戏玩家黄毛醒来之后，刚打开电脑就收到消息，说外面出事儿。电视里正播放着关于环境污染的新闻报道。这时候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紧急灾难通知，说首尔发生了暴乱，很多人都疯了，是见人就咬，咬完就跑，提醒老百姓没事不要出去瞎溜达。黄毛伸头往窗户外面一看呢，发现街道上是一片大乱，一些人已经变成了僵尸了，正在努力的发展下线。什么亲人和朋友，此时在僵尸的眼里全是红烧肉。一小女生上去就给她妈咪来了一口，把黄毛看的是浑身发抖。当她正蒙圈的时候，外面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她刚一打开门，隔壁的炮灰弟就冲了进来。炮灰弟把外面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之后，说想用一下黄毛家的卫生间。黄毛通过电视新闻得知，外面的情况变得是越来越严重，已经出现了被感染者噬人的现象。黄毛一看，急忙举起刀想把炮灰弟给撵走。已经感染了病毒的炮灰弟很快就变异了，一个恶狗扑食就冲向了黄毛。经过一番搏斗，黄毛终于把炮灰弟给撵了出去。他透过猫眼一看呢，发现炮灰弟已经被同类撕成了碎片了，这就有点扯淡了。按照僵尸片的规定，僵尸和僵尸之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，不应该搞内讧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黄毛彻底蒙圈了。他爸妈给他发信息，让他一定要挺住，一定要活着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家里能吃的东西并不多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黄毛也扛不了几天了。两天后，黄毛迷迷糊糊的从沙发上醒来，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都发出了求救信息，黄毛也拍了一张求救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。电视上播放了网友拍的视频，把黄毛看的是心惊肉跳。据专家说，人被咬之后不会马上翻病，会有两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潜伏期。为了搞清楚外面的状况，黄毛把手机绑到了无人机上。通过手机的摄像头，黄毛看到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的住户基本上全都沦陷。既然出不去，那就继续打游戏。可打着打着，网络也断了。傍晚时分，睡得迷迷糊糊的黄毛被外面的嘈杂声搅和醒了。他走到窗户前往下面一看呢，发现一名女警正在被已经变成僵尸的同事们围攻。黄毛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拉开窗户大吼了一声。一位僵尸大哥一看居然还有管闲事，于是就杀到了黄毛家的门口，而且很快就突破了黄毛的防线。不过这僵尸的脑子毕竟没有人的脑子好使，黄毛略施小计就把这位僵尸大哥给送走了。七天后，黄毛基本上已经弹尽粮绝了，开始喝他老爸存的洋酒。为了防止被僵尸发现，他用报纸把窗户给糊上。要说这电视台比僵尸还丧心病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在新闻中插播广告。看着电视上那个胖子吃泡面把黄毛的馋虫也勾出来，这是他的最后一盒泡面，下一顿饭很有可能就是西北风了。由于局势越来越严峻，有关部门把自来水也给停了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天了，断水断粮的黄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而僵尸们仍在楼下守株待兔，等待着猎物的出现。15天之后，黄毛的精神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，开始产生幻觉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为了收听父母给自己的语音留言，黄毛站在了阳台的外面。从语音留言中，黄毛听出来他的爸妈已遇难。20天以后，走投无路的黄毛准备上吊自杀了。可这哥们儿刚把绳子挂脖子上，对面楼房就射来一束光线。黄毛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同一个小区的春花。春花的心理素质和生存能力显然比黄毛要强。两人做了自我介绍之后，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黄毛好几天都没吃饭，眼瞅着要饿死的时候，春花及时给他送来了一些干粮。可总这么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为了寻找食物，黄毛全副武装出门了。过道上的一位大哥正在锻炼身体，丝毫没有发现黄毛。黄毛来到隔壁邻居炮灰弟家，发现这屋里比他家还乱。冰箱里倒是有一点吃的，可基本上全都过了保质期了。不过这也总比被饿死强啊！投桃报李，黄毛把找来的食物拿出一部分给了春花，而且还给了春花一部对讲机，从此两人可以随时对话。哎呀，要说这二位的食物补给线那是真神，从春花家可以滑到黄毛家，也能从黄毛家滑到春花家。如果不是电动的，那肯定就是地球引力出现了问题。有了对讲机之后，这二位也没什么正事，一不讨论当下的形势，二不研究怎么逃生，净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好像外面所发生的一切跟他俩没关系似的。两人正聊着的时候，僵尸们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往楼上冲。吃瓜的我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春花一不留神弄出了动静，然后就被僵尸给包围了。幸亏黄毛用小区的通讯装置呼叫了春花家的邻居，春花才躲过了一劫。哎呀，要说你们小区可真是牛逼啊，相互不认识还能随便呼叫，要真有这么先进，那你们俩还用啥对讲机啊。经过这么一折腾啊，两人决定去另一幢楼的第8层，因为那边好像没有看到僵尸。接下来，恐高症患者兼攀岩高手春花利用绳索一个箭步从楼上跳下去，然后在一大波僵尸的围攻之下顺利地杀出了重围，捎带脚还捡走了女警察那把只剩下一颗子弹手枪。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，战斗力杠杠的。随后宅男黄毛也加入了战斗，两人在僵尸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进入了大楼，并且顺利地登上了自主发电的电梯。两人正在过道上瞎寻摸的时候，僵尸们乌泱乌泱的就杀到了。
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变态大叔往走廊上扔了一颗烟雾弹，然后把这二位拽进了屋里。变态大叔请黄毛和春花喝了水吃了东西之后，这二位才放下了戒心。可他俩万万没想到，变态大叔早就在水里下了蒙汗药，当春花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变态大叔把春花拖进里屋，然后把他那位已经变成僵尸的老婆放了出来。变态大叔重情重义啊，他不忍心看着老婆饿肚子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刚刚被蒙汗药弄晕的黄毛凭着惊人的体力居然苏醒了过来。但这哥们咋咋呼呼什么忙也没帮上，变态大叔的僵尸老婆在里屋忙活了半天也没能把春花拿下。变态大叔推开门想看看情况嘛，突然就被自己的僵尸老婆给咬残了。眼瞅着变态大叔要变异，春花用那把只剩下一颗子弹的手枪连开两枪，把这对僵尸夫妻给毙了。听到枪声的僵尸们冲进了大楼，已尽绝望的春花希望黄毛用那把早就没子弹的手枪把自己给毙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救援直升机飞了过来，黄毛和春花又燃起了希望，想逃生那必须去楼顶。两人在几十位膀大腰圆的僵尸的围追堵截之下，顺利的来到了楼顶，并用那把早就没子弹的左轮手枪打死了好几个僵尸，然后直升机顺利的把这二位给接走。僵尸们不服啊，觉得这剧情设计的太不合理了。但影片已接近尾声，他们也无力回天了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压惊。此片毫无逻辑链，完全就是在扯淡，编剧脑子进了水，导演肚里全是饭，